Hello，台湾的朋友，晚安。哎，想请教一下你们哦。昨天我跟我太太去东海艺术界逛，晴天呢？前天了哦，对对对，星期六哦，逛街就很开心。然后我们看见很多电动车，对吧？电动车就不用应该不用驾照嘛，对吧？牌照对，反正就不用 license 了。我跟我太太真的很想买一台来逛街，因为上下班就我喜欢坐公车，因为感觉很轻松。但是如果礼拜星期六跟星期日去，比如说去夜市吃东西的时候，诶，如果有一台这些车，电动车就比较方便。但是我想一想，它好像要插电源的嘛，对吗？我们这里不可以，车不可以进这里哦。你看一下，怎么走进来？我请教一下，那些电动车应该是比如说你们家在不是这些类型的，就是可以车可以，你们有你们的车房才可以用这些电动车，对吗？因为我们在网络上找，但是没有看见他们只是就像他说用家用的电源就可以，但是我的家那个车子怎么走跑上来？我希望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。今天的国语怪怪的哦，其实我每一天的国语都怪怪的。祝你们平安喜乐，拜拜喽。